蝙蝠呢，台语叫做亚蝠或者叫比蝠，那又有人称它为仙鼠。但你要知道，蝙蝠其实是一种异兽，但是我们说武汉肺炎呢，据说也是从蝙蝠上面呢跑出来的病毒。那其实蝙蝠呢是一种非常非常强大的动物，为什么？它身上带有几百种的病毒，包括伊波拉啦，包括我们说武汉肺炎啦、等等等点点点。越大型的哺乳类动物，它的心跳越慢，但是它活得越久。但是蝙蝠，它小小的一只，最小的可能是几公克，3到5公分而已。它光动起来，它就是发烧的状态。而这么强悍、这么剽悍、身上带有主角光环的动物，但是它昼伏夜出，展现了强大的低调。那你要知道，这么低调的蝙蝠，他不来弄你就不错，你还去吃他？啊，你不是自己找歹看，讨不会听啊！每个礼拜天晚上8点，绿都台湾就在森林。